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观赏光岩健康园地，我是主持人孙威令，光岩社的义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关于腰酸背痛。很高兴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这方面的专家厉怀广医师来跟我们介绍这个课题。厉医生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好，厉医生，很高兴，我想您是第一次上我们这个节目。是的。好，我想就跟您来谈一下这方面的课题。这个腰酸背痛啊，我想我个人和其他认识的朋友常常有这种经验啊。那至于说现在呢，用电脑啊，这个年轻人玩游戏啊，甚至比较年轻人呢，也可能不免于腰酸背痛。可不可以请您就您的专业方面，我们利用一张图啊，这个脊椎的这个构造，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腰酸背痛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好吗？好的。那么腰背疼痛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在人的一生中呢，有很多人呢有腰背疼痛。那么据统计呢，40%的人口呢有腰背疼痛。那么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的腰背疼痛呢？主要是由于它的结构所造成的。嗯，大家可以看这张脊柱图呢，可以看到黄色的部分呢，它是腰椎。那么这个腰椎呢，第一呢，它位于下部，它承载的重量呢比较多。第二个呢，腰椎呢又是一个活动比较多的一个部位。那么大家弯腰啊，食物啊，都要靠腰椎的活动来产生这个动作。这样呢，由于它承载重量比较重，而且活动比较多，容易造成一些损伤。那么这些损伤呢，不但是骨骼的损伤，而且呢，它是周围的肌肉、肌腱的损伤。那么严重的呢，还有神经的损伤。所以说呢，它的部位和它的多种的结构呢，造成了它呢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生损伤的部位。这就为什么说腰腿疼痛呢是很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对于人的生活和学习呢，都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干扰。是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有的时候哈，一下子不小心好像把腰给闪了，对，那就非常不方便，因为腰不能动的话，你这个走也不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哈。经常呢，假如没有去看医生的话，不严重的话，有时候经过大概两三个礼拜，它会自然的恢复好起来。是的，呀。那这个，但是这方面的话，我们真是要注意。你说腰是我们常常用，就是说在脊椎里面是腰是最活动的地方，最活动的地方，最活动最多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你看腰椎，那么大家都说这个人的脊柱呢都比较直，但是只有在腰椎这个地方它活动比较多，像弯腰啊，像你这个锻炼呀，都是靠扭动腰椎来产生这些活动。它比颈部还活动还要多，比颈部活动还要多。那么胸椎呢基本上是不活动的，所以说呢腰椎呢又比颈椎呢承载的重量比较大，所以说就造成了腰椎呢它的疼痛呢比颈椎呢还多啊。而且腰就是在，因为脊椎就是到差不多腰这边就差不多结束了，是不是？下面一点点，腰椎下边呢还有个骶椎，但是骶椎呢它基本上是不活动的，不活动的。对啊，所以说腰椎就是活动量最大，而且它又承重我们上半身的这个体重，所以这个承重也很大，所以是劳苦功高的一个腰椎这个部门。没错，没错，病哈，是的哈。那我想请您谈一下哈，就是说哪些情形下比较容易得到，就是说腰椎疼痛啊，或者扭伤这样子。我们是有下一张图，好像介绍一下危险的因素，可不可以从这一点，请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好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腰椎呢，它是一种劳损性的损伤。那么首先呢，它跟年龄呢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腰椎的疼痛的发病率呢就会显著的增高。是。那么一般来讲呢，都中年以上呢就有腰腿疼痛的这个现象了。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到了老年呢，腰腿疼痛现象呢就更为严重。当然，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因素呢可以造成腰腿疼痛。那么第一个呢，就像这张图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呢就是肥胖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腰椎呢承载的重量是，如果它承载的重量越多，它发生损伤的机会就越大。哦，这是很合理的，这是对，所以说肥胖是第一个，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啊。像那个图中这个人似的，他呆着不动，呆着不动，呆着不动。那么呢，
就像您刚才说的，好多人呢现在呢都不去活动，那么在这个电脑旁边呢一坐，坐很长时间，这样呢就容易造成肌肉的长时间固定在一个部位，那么产生肌肉的慢性的一个损伤。这一点我倒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不管我现在是不看电脑了，看电视了，像有的时候看到，因为假如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做啊，就坐在沙发上，我们说这个叫好像一个这个番薯一样，叫这个沙发上的番薯一样，坐在那边一动不动，就吃零食哈，吃容易肥胖的东西，然后看你说不太活动的话，为什么不太活动容易造成损伤？是说血液的流通呢，还是没有运动它的肌肉就退化呢？这是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原因？因为啊，如果不活动呢，那么就造成了某一组肌肉或者某一组的韧带呢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长时间这种肌肉呢得不到缓解，你不变换姿势，不解除它的紧张状态，它就容易造成一些劳损。这就为什么我们鼓励人们经常的活动一下。那么如果说大家在计算机前工作呢，那么工作个20分钟、3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起来活动一下，让这个肌肉呢得到一些缓解，不要在一些特定的这些肌肉的群组呢产生一种长时间的紧张的状态。哦，就是长处于一个姿势不动的话，反而使这个肌肉增加它的压力。因为任何一个姿势主要由肌肉来维持这个姿势，如果这个姿势长期不动，那么这组肌肉呢就在长期的工作，就容易产生损伤。这是真的。好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危险因子呢？那么我们就还可以看这个第二张图，就可以看到呢它呢抽烟。抽烟也是会造成腰酸背痛的一个原因。对，抽烟呢，那主要是呢造成局部血液循环的不好，氧合的不好，那么对于新陈代谢呢很不好，所以它容易造成呢局部的损伤，造成腰腿疼痛。是的。那么此外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姿势是不是姿势不好，姿势不对的地方，姿势不良是不是也会？对，就像刚才说，姿势不良它会损伤这一个特定的肌肉群组。就是你不但是说，当然有的时候是坐在同一个姿势坐得很久就会，对，但有的时候就说姿势不是太好，它斜着弄那个身体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姿势的话，也是容易造成损伤。所以说这就为什么说预防腰腿疼痛要从正确的姿势呢开始，从小呢要养成一个正确的姿势，这样呢我们在这个下面呢我还会讲，还会再讲一下怎么样维持正常的姿势。这太好了所以危险的因素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肥胖，所以说这个几乎是我们的常识里面，常我们说要常常运动，对，要保持正常的体重，对，不要抽烟，然后保持良好的姿势这个都是我们虽然都知道，但是呢并不一定能够去实行出来这样呢保持这个腰部肌肉的锻炼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从这个解剖结构看呢，就是脊椎呢像个旗杆那么肌肉呢就像旁边拉着一个固定物，如果固定物强壮呢它就会对这个脊柱呢起到保护作用，说腰椎的锻炼得很强壮的一个腰椎的肌肉对于腰腿疼痛的预防还是很有好处的是我们好像第三张图有提到这个腰肌损伤这个方面，可不可以请您就这一张图面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是的，那么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腰腿疼痛中，那么大部分呢还是由于这个腰肌的损伤造成的主要是由于肌肉和韧带的损伤造成的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软组织的损伤那么呢还不到骨骼这个深度，那么主要是一些如果一些突然的用力，那么大家像这个图中所示的，如果在搬重物的时候姿势不当，那么就容易呢造成韧带和肌肉的损伤，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因素。OK， 我们下面大概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要进广告，可不可以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我们提到像这个椎间盘突出，还有这个骨质疏松，好不好？我们看下面一张图，给您，我们再待会下面一分半钟的时间给大家很快的介绍一下，好吗？好的，我们看哈，就肌间盘突出或者椎管狭窄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呢，除了这个肌肉和韧带的损伤呢，那么最常见骨骼上的损伤呢，主要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这个常常听到的对。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呢，就像这张图左边那张图所示的，那么它的主要原因呢是这个椎间盘造成的破损，它突出来了，它跑出来了，跑到一个不该跑的地方来压迫神经根产生的疼痛。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主要是呢发生在年轻人，
青壮年，主要因一个很用力的一个损伤之后可以造成。是。那么腰椎管狭窄呢，它主要是发生在老年人。老年人。它主要是发生在这个多发性的、多阶段的一个骨质增生，造成韧带骨质增生、一个多阶段的狭窄，就叫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损伤造成的。是。那我们还剩下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谈一下这个骨质疏松，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下面一张图，就请您这个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做这一段的总结。好的。那么呢，此外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那么腰椎呢同样会发生这个退行性变化，就像骨关节病一样，它可以长好多骨刺，而且呢韧带呢比较松弛，就造成了腰椎的不稳定。那么一个不稳定的一个腰椎呢，它是会产生疼痛的。此外呢，在这个腰腿疼痛中呢，对一个中老年的女性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骨质疏松。是。那么大家看这图，一个正常的骨质呢，它有一定的密度的。是。如果这个密度减低之后呢，它承载重量的能力呢就下降，它就容易发生呢微小的骨折。这就有时可以看到，即使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骨折，老年妇女呢也可以产生疼痛，而且呢它容易发生呢压缩性骨折而产生剧烈的疼痛。这就是对于老年性妇女呢一定要注意，如果有剧烈的腰痛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就医，太好了呀！今天您把这个关于这个骨头疼痛啊，这个腰酸背痛的话，这个大致的这些可能发生的现象呢，都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了。我们在下面几段时间呢，跟大家再谈一下关于治疗预防这一方面，好不好？好的，谢谢您，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跟大家继续谈腰酸背痛要留心。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观赏光颜健康园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腰酸背痛要留心，我们请到的是厉怀广医生，跟我们来谈一下。厉医生，我听说您以前是学过骨科，是这方面吗？是的。那么我在中国大陆呢，作为骨科医生呢，行医11年。那么直到呢，我来到美国。啊，是是是。所以这方面的话，我想您来谈是非常的适合的啊。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一下这个腰酸背痛的一些原因啊，危险因素等等。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假如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哈，觉得一下子腰酸了，或者是站不起来了，或者有时候甚至早上起来之后，有时候落枕啊，或一早上起来就好像觉得伤到了哈，这种情形我们怎么来做？像我以前有的时候就说啊，就腰酸背痛嘛，这是老毛病啊，很多人觉得没什么关系，就让他自己慢慢的复原。可是那个时候有可能要2-3个礼拜，行动很不方便啊，或者是也许更严重一点，我们没有发觉，等到这个走出去了，还会发觉更严重。所以您从医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对这种在家庭里面发生了腰酸背痛，我们怎么样是一个正确的处置方式？那么，当一个人呢发生了这个突发的腰背疼痛，那么有3个选择，一个呢是待在家里边，自己呢口服一些药物治疗，是。第二个呢，去看自己的家庭医生，或看一些疼痛门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去急诊室。那就很严重了。这个对。所以这三个呢，怎么来进行自我的一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对。那么总的来讲呢，大部分的轻微的腰背疼痛是不需要去看家庭医生，也不需要去急诊室的。那么这些疼痛呢，可以自己呢在家里边呢卧床休息1-2天，那么吃一些镇痛消炎药，比方像一些Advil。那么如果这些疼痛呢在2-3天之后好转了，那么或者说是这个完全消失了，那么呢就可以不用去看医生了。那么第二种情况，什么情况我们需要去看医生呢？那就说呢，第一呢，这个腰腿疼痛呢是发生在一些有创伤的情况下，比方你摔下来了，摔下来了，那么你不知道有没有骨折，这个时候呢要看医生，或者是车祸的时候，是不是？对，你先在家里，车祸的，车祸当然立刻送医了或怎么样哈。那世界上车祸的腰腿疼痛呢，是一定要看，一定要看，那么是要看，最好还是看急诊的，还看急诊，是是是，好，我们记得呀。那么
第二呢，如在什么情况我们去看家庭医生呢？那么就是当你的疼痛呢是由于创伤造成的，比方说你碰了哪一下，或者说从床上摔下来，尤其是老年朋友，如果从床上摔来之后呢，他有可能呢，即使这种轻微的这个损伤也能造成骨折，是，尤其是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的情况下，就能造成很严重的损伤。对，所以有创伤的情况下要去看医生。是。第二个呢，就说啊，有神经损伤的情况下要去看医生。那么什么是神经损伤呢？就是你不但有腰痛，而且你这种疼痛呢，还串到你的下肢。就是证明呢，你有一些神经上的压迫。所以说呢，你不但有腰痛，那么串到了下肢，甚至到了你的足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去看医生。是，这很严重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像你有发烧，你有些肚子疼，有些其他的一些表现，不是单纯的一个腰背疼痛，这个时呢我们也是要让病人呢去看医生，得到进一步的治疗。是。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这个去急诊室？那么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第一呢，你的疼痛非常剧烈，是不能够忍受的。即使你服用一些像一些你自己家用的一些疼痛药物之后，这种疼痛呢也是不能够忍受的。剧烈疼痛，这个时候呢要去到急诊室进行快速的诊治和治疗，这样呢对于你的疼痛的缓解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呢说还是有神经损伤，那这种神经损伤呢是比较严重的。那我们刚才说呢，有些神经损伤就是串到了下肢和足部。那么如果说这种神经损伤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它完全把这个脊髓给压迫的情况下呢，它就会造成双下肢的瘫痪。是。而且呢，大小便失禁。那么在这个马鞍区啊，在这个会阴部分啊，会产生麻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去急诊室，因为这些神经受到压迫之后呢，如果不及时解除，那么就会造成永久的损害。所以说有遇到剧烈的特别剧烈疼痛和遇到这种下肢的双下肢的麻木，马鞍区的麻木，还有大小便失禁，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去急诊室进行治疗。这个太好了，因为像我们中国人特别年纪大一点的，大家很能够忍，对不对？说宁愿不看医生，不看医生哈，这是我们一个观念。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哈，而且有的像您讲的，像神经的伤痛的话，假如不及时治疗，变成永久性的话，那就是太遗憾了。没错，是的。所以这就是说，跟各位观众朋友讲，就是说腰酸背痛，虽然是感觉上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假如真的觉得很轻微，那是可以的。但是，假如稍微感觉事态严重，不能够自己很有效的处理的话，那最好是赶快跟医生联络。甚至，假如是觉得很不能负荷的话，我们就是只有打911了，就是去送急诊室，不必去延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谢谢您提醒我们哈。那体格检查方面，我们来谈一下有哪些方式我们要注意的。比方说体格检查，我们看看医生是不是定期的体检可以看出来，还是说我们觉得有不同的，也希望你说有坐骨神经痛啦等等哈。我们这有两张图表，要不要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坐骨神经痛这一张好不好？那么呢，这里面就说一下，如果说你有这个腰背疼痛，那么如果你去看你的医生，那一般来讲呢，医生呢首先要询问很详细的病史，是。那么你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症状？然后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们肚子疼，那么要把它区别开来，是。从腰背疼痛区别开来。那么有没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比方说你有没有长期的发烧？那么有没有一些类风湿的这些因素要给它区别开来？那么要做一些这个病史的询问，同时呢做一个很详细的体格检查。那么我们要在腰椎呢要看有没有压痛点。一般来讲呢，在腰椎上有压痛点呢，光有压痛点的情况下呢，主要是些腰肌的损伤。那么这些治疗呢可以呢进行药物治疗。那么如果说既有一个某一个很严重的压痛点呢，可以进行局部的注射。是。那么此外呢，重要的体格检查是什么呀？是对于这个腰部和下肢神经系统的检查，是，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神经系统的检查呢，就像咱们右边这张图所看的，那么我们要检查
你的感觉，嗯，那么要检查你的肌力，嗯，那么同时呢还要检查你这个腱反射活动。那就像刚才这个图片看的，如果说腱反射活动呢就踢得比较高的情况是正常的，嗯，那么有些人呢如果有神经的损伤呢，那他的腱反射活动呢就会消失，嗯，所以说呢肌肉的损伤和神经的损伤这是最主要的两个鉴别点，嗯，那么肌肉的损伤呢我们可以保守治疗，那么神经的损伤呢我们要采取积极治疗。是，那么它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在这张图里边，在下张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呢腰肌的损伤呢主要像左边，嗯，这个人似的，是，那么一般来讲呢它只有局部的疼痛，嗯，它没有往下串的疼痛，嗯，而且呢在这个体格检查中呢，嗯，它的感觉它的肌力它的腱反射都是正常的，是，这个呢一般来讲呢主要是由于局部造成的，局部，嗯，要么它的肌肉，那么是要不些是骨关节病造成的，是，那么在右边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人呢就是不但他有腰部的疼痛了，嗯，同时呢他一个往这个下肢和足部串的一个疼痛，嗯，将这条红色线是的所显示的，嗯，那么这个呢就是由于这他压迫神经了，那么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坐骨神经痛啊，坐骨神经，嗯，啊坐骨神经痛它所代表呢就是第一呢你在感觉上呢有串痛，嗯，那么在这些体格检查上呢你可以看到它有些感觉的减退，哦是的，肌力的减弱，嗯，那么腱反射的一些减弱，是，那么这些产生之后呢我们就要积极的进行一些进一步的检查，那么我们就要进行影像学的检查，是，我们还有一张图片也表示说这些 X 光啦影像扫描对放出来，这个肯定还要剩下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我们把这个也介绍一下好了。好的啊，那么腰背疼痛大家都知道要照 X 光片，那么这是比较常见的，是，那我们看这张图像呢在最左边呢就是普通 X 光片，那么普通 X 光片呢它能很好的显示这些骨骼系统，是，它能显示你的脊椎呢是不是有弯曲，嗯，那么正常的这种前后的弯曲图弧，前后的这种弯曲的弧度是否正常，嗯，那么骨骼有没有破坏，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不能够显示软组织，嗯，它不能够显示神经，嗯，它也不能显示椎间盘，椎间盘是的，嗯，那么大家可以看在最右边这张图呢，嗯，就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就我们现在叫的叫 MRI 对 MRI 是是，这是很先进的啊，对，那么目前呢，嗯，就是在诊断腰腿疼痛和神经损害中呢，就是有坐骨神经的损害的情况下呢，嗯，这种核磁共振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这个诊疗手段，诊疗手段是，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嗯，那这张图呢可以看到呢它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后边有一个白的带子，这就是一个神经，嗯，那么中间呢它断了，就证明呢那个地方呢有压迫啊，哦，是这个核磁共振呢，嗯，它不但能够明确它的部位，嗯，而且它可以看到很明确的这个突出物有多大，哦，是在哪个方向，那对于诊断对于治疗都有很好的帮助，所以说呢这核磁共振呢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是的呀，太好了，那么中间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CT 检查， CT 检查， CT 检查呢是过去呢在核磁共振之前呢是用的比较多的，嗯，那么目前呢用的比较少，它的缺点呢也是它不能够看到这个脊髓和软组织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它的好处呢就是对骨头呢比这个普通 X 光片呢更好的清晰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呢就是在腰椎上呢有一个骨头呢破损，那么它是一种肿瘤，主要来讲呢目前呢如果没有这个坐骨神经痛，我们呢主要是做一个普通的 X 光片就可以了，是，如果有坐骨神经痛，嗯，证明有一些神经的损害，这个时候呢就要做核磁共振的检查，MRI 的检查，是的是的，这样您讲的就是各种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这个来检查影像扫描或者是用核磁共振的话给我们大家有一个了解，所以我们去医院以后了解这些情形以后要做这些实验的话我们就觉得不会觉得太陌生呀，yeah, 非常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介绍，我想我们在广告之后再请李医生回来给我们
介绍一下治疗和预防有关于腰酸背痛。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观赏光岩健康园地，我是主持人孙威令，光岩社的义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谈的就是腰酸背痛要留心。我们的节目呢，在录影之后我们会摆在光岩社的网站上，所以以后大概在一两个礼拜之后就摆在网站上，假如你今天听了以后还想再看啊，或者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重复的话，都可以在光岩社的网站上找到我们今天的录影。今天我们请到的医生是厉怀广医生，他有多年的骨科专科医生的经验，所以跟我们来谈这个课题，就是腰酸背痛。好，厉医生，我们再次在这边欢迎你，跟大家来讲解这个题目啊。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他的症状啊，他的诊断。那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对于腰酸背痛，我们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好不好？我们先谈一下，这是吃药呢，是手术呢，等等，请你。我们现在要不要从第一章药物治疗开始？好的，那么腰腿疼痛的治疗呢，主要还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保守治疗，那么主要是呢，对于单纯的腰背疼痛。是。那么第二种治疗呢，就是手术治疗，它主要是呢，要解除压迫，解除那些坐骨神经痛啊，所以是两大部分。那我们首先呢，谈这些保守治疗。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主要是药物治疗。那么在腰腿疼痛的这个病人中呢，最常用的和最基本的药物呢，就是药物治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像第一排所示的，就是一种镇痛消炎药，像一般来讲叫做布洛芬 （ibuprofen）。那么它上面有三种，大家呢要注意呢，有很多种镇痛消炎药。大家呢选择一种就可以了，一种就可以。是，你像上面列的三种，它都比较常见的。大家不要说吃了这种不管用，再吃另一种，不要混在一起吃。是，因为这些药物呢，对于胃部能够产生胃溃疡，那么长期服用呢，过量服用呢，能够产生肾脏的损害。所以说呢，不要过量的服用。是的，那么此外呢，这些药物呢，由于呢比较普通。那么一种药物呢，它有很多的名字，比方说像那个布洛芬，它有叫 ibuprofen， 它有的呢叫做 motrin， 它有的叫 advil， 所以这三种药呢，它是一种药，不同的品牌，但是它的成分是非常类似的。对，所以说大家呢不要由于不同的名字而不自觉的呢就吃多了，想说试试不同的药来试试看呢，那这个其实反而会过量。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大家如果不明白这些这个药物的种类和成分，那么可以咨询自己的家庭医师，给他们打电话。是的啊，那么这是这个镇痛消炎药。如果镇痛消炎药呢不能够解除这些疼痛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加第二类药物，那么就是这个第二行的药物。这些药物呢就是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因为呢，如果产生疼痛呢，都会产生肌肉的痉挛。那么这些痉挛呢，反而又加重疼痛。所以说加入一些肌肉松弛剂呢，就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把这两个镇痛药和肌肉松弛剂结合在一起呢，一般来讲呢，能够解除大部分人的腰腿疼痛。是的，是的，假如还需要进一步，假如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解除腰痛的话，还是用药物，是不是您还有一些药物来治疗？好像是关于吗啡类的，是不是？在下一张图片里面有提供给我们看啊。对，那么腰腿疼痛的治疗呢，和任何疼痛治疗呢都一样。那么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呢控制这些疼痛，而不使患者呢产生一种剧烈的疼痛，不能忍受的疼痛。是，如果说一般的镇痛消炎药不能够解除疼痛，就要把这些药物呢提高到上一个层面，那么最高呢可以到达吗啡类的药品。是，那么在这里边呢，好多观众朋友呢就很关心一个问题，就说我服用这些吗啡药物会不会上瘾。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吗啡的药物，对一些疾病的治疗呢，在
经过了长期的研究呢，证明呢是不会上瘾的啊、哦。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呢听从自己医生的建议，嗯哼，而不必有这些担心。不要过来，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对，我们听了一天吗啡，大家很紧张啊，对吧？对对，因为有人说吗啡这种吃了会上瘾，以后病好了以后还要吃的话，是的啊。对，那么呢，再一个呢，就是对这个坐骨神经疼痛，嗯哼，那么由于有一些神经的压迫呢，嗯，可以一些短期的啊服用一些激素药物。激素那么这些激素药物呢，它可能很好的解除这些水肿，那么缓解这些坐骨神经的症状。是的，嗯，是的呀。Yeah. 那除了这个药物治疗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说注射或者手术，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谈一下？嗯，那么如果说一般的药物呢，不能够解除疼痛。嗯，如果大家呢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局部的压痛点，可以进行局部呢进行注射。局部的注射，那效果呢 是非常好的啊、哦？是吗？这是一个，主要是这个腰肌的损伤和韧带的损伤。它就是在腰部或者疼痛或者是这个扭伤的地方直接打针进去是吧？对啊、哦，是我们是不是有一张图也是？那么这张图呢，就说呢，就说刚才我们说呢，就是腰疼，就是主要是肌肉和韧带的损伤。是那这张图呢，也是局部注射。局部注射。那么它的注射呢，主要是产生坐骨神经痛了啊、哦。那么它呢，直接打到神经的部位啊、哦。那么解除这些神经性的疼痛，那么局部注射呢，主要分为这两种，一种是椎管内注射，一种是我们就是普通的局部注射，一种呢是治疗神经的，一种治疗这个肌肉和韧带的，它的效果呢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所用的药的剂量呢比较小，是它比全身用量呢比较小，而且效果呢是直接到了病痛的部位，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就可以打进去以后可以很快的也许就解除了这个痛苦、嗯、对是啊、哦、那太好了。那手术方面你可以跟我们大家提一下，这可能是最后不得已在做，这个开始我们到了是不是这个手术啊，您可不可以从这方面提您这方面的观点好不好？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么那些啊保守治疗如果说不能解除疼痛、嗯、那么尤其一些在一些坐骨神经痛的患者中呢、嗯、那么就需要手术的治疗。手术了，那么手术治疗呢、嗯、它主要是说根据病变的原因而分类、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手术治疗首先呢它有腰椎间盘的切除，嗯，像这张图所示的，嗯把那个病变的这个椎间盘呀给取出，是是。那么在过去呢、嗯、这个手术呢是比较大的，嗯，那么后边开一个很长的口，是。那么目前呢随着显微手术的进展、哦、啊这个口呢越开越小、嗯、啊，而且呢效果也是比较好的。那么有些呢这些手术呢都已经成为门诊手术了啊，这就是由于最近呢科学的进步，它这个核磁诊断的比较的明确，嗯，那么这个术中定位呢比较准确，所以呢这种创伤呢是越来越小，这个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是是是，外科手术可以治疗的，而且说门诊就可以当天就可以回家吗？对，是当天就可以回家、哦、当天就回家的手术哈、哎啊，那再大一点手术是不是有什么椎板切除啊？这方面是还是说也是可以做这个微创手术呢？还是就是另外的一种手术做法？对，那刚才说了，这个腰椎间盘呢，主要是单个阶段，它是做一些微创手术就好了。嗯，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中老年呢，它比较容易发生的就是什么呀？骨质增生啊，韧带增生啊，造成腰椎管狭窄，这是一种多阶段的啊多水平的一种狭窄啊、嗯。那么这种呢？嗯，单纯的一个阶段的治疗呢是不会显效的，那么这时候呢就要进行椎板切除。是。那么就像这张图所示的，嗯，在病变部位呢，把这后边这个椎板呢给它切除去呢，然后呢让这个受压的脊髓呢有一个向后移动的一个空间，而解除压迫，缓解疼痛。这个呢就是针对腰椎管狭窄而采取这种手术治疗。这个手术就比较大了，就是病变就大了，对，就叫做切除，这大概就得需要住院了，就需要住院来着啊。所以这个手术听起来也呀有不同，但是现在医疗是越来越进步哈、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治疗的速度啊效果都是也是越来越好的。对、啊，您这些经验来讲，那我再请问医生，就是说我们做这种治疗的时候，腰痛痛的时候，是不是要说不要动啊，要躺在床上要休息，还是说有另外的说法？那么过去呢，如果一个人呢产生了这个急性的腰腿疼痛，那么治疗方式呢，首先卧床，嗯，那前呢一般来讲我们要求病人呢卧床一周到两周，嗯，这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治疗方式。嗯，那么随着
近期研究的深入呢，就发现呢，如果病人长期卧床，尤其老年人长期卧床，对于老年人的整体的健康呢是非常有害的啊、哦。那么呢，目前呢，鼓励呢病人呢尽早的啊下地活动，尽早的恢复这些康复的活动，那么进一些康复的一些锻炼，啊、在忍受的范围下，而尽早的下床，对于全身的健康情况和腰背疼痛呢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目前呢，我们不鼓励长期卧床，而是说尽早的下床活动。那么在急性期呢，卧床一两天，啊，就要争取呢逐渐下床。但是呢，下床呢也不是说你有很剧烈的疼痛还一定要下床，在你可以忍受的啊范围内下床。如果说你试图下床，但是非常非常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或者病因还没有弄清楚。这个时候呢，要给自己的医生呢打电话，或者是去看自己的医生，而查找为什么啊你还有这种剧烈的疼痛。嗯，所以就是说，从您的介绍的观念来讲，就以前我们旧的观念，像我自己观念也是说，哦，这个哪里疼痛不能动，对不对？对，多休息啊，多休息是最好。但是呢，你又讲了，特别是说这个年长者啊，这个休息卧床太久的话，反而是说不活动，这个血液是不是就比较流通没有那么好，反而对身体不太好。而且，假如可能的话，体力可以负荷的话，您现在医学的观念是尽早下床。对，因为卧床呢，对于人呢，能够产生很多不好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它能容易产生一些感染，比方说在老年人有这个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而且呢，长期卧床呢，减少了这些肌肉的强度，那么对于腰腿的疼痛呢的长期的发展呢是不利的。所以说现在呢，在这个医师的指导下，应该尽早的下床活动。哦，这是不是也关？现在我记得以前哈，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住院哈，特别重症那个，假如生病住院，住得越久越好，医生保养得更好。可是现在在美国的医院哈，你住了两三天了，他就说看来你能够动了，就也把你就请回家了。是的，是的，这可能是不是也有？当然，一方面是说保险也有关系，他也不要你说这要付的太多钱再来。但另一方面，您这个观念是不是也是证实了，就是说能够及早回去下床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大家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在自己啊忍受的范围内啊早期下床活动。如果说下床活动有些剧烈疼痛，是一定要看医生。看医生，对，是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念。所以我们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就是说生病住院或者在腰酸背痛这种情形，并不一定是说啊一定要躺着休息，然后事实上呢，能够在可以负荷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尽早活动，是对身体反而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对啊，谢谢您哈。我们等一下呢还有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谈谈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做一些运动来减少我们这腰酸背痛的这些几率。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观赏光颜健康园地，我是主持人孙威令。今天我们跟李怀广医生来这边跟大家谈一谈腰酸背痛要留心。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里面呢，要请李医生跟我们来谈一谈腰酸背痛的情形，我们怎么样来预防，怎么样做一些好些的运动，我们站的姿势坐的姿势要怎么样，使大家能够减少这方面的痛苦和折磨啊。李医生，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的时候呢，这个阶段我们来谈一下啊，腰酸背痛的确是啊一件让人家很苦恼的事情。是的，它严重性啊有从不同的严重性啊，甚至要送急诊。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预防，就是说注意到这个腰酸背痛，使它尽量的减少发生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利用下面的几张图面来介绍一下？好的，那么呢，这个腰背疼痛的成因呢，它的原因呢，我们在头一节呢已经讲了。是的。那么我们减少这些腰背疼痛呢，就要减少这些病因。嗯，是的。就像我们这张图似的。Yeah. 那么要不要出现这张图所发生的情景？那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呢，不要有超重或者是肥胖。嗯。啊，是。尽量呢，减少体重，体重啊，减到一个理想的一个体重范围之内，是这样是比较好的。嗯，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锻炼，最好有那个每周呢尽量锻炼个3次到4次。是。那么呢，不要长时间的卧床或者是伏案工作，那么
如果说大家伏案工作很久了呢，要尽量呢起来活动一下，提醒自己哈。您刚刚提到说半小时左右或一小时，就一定要站起来走一走哈。对对对对对，是。此外呢，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一定要戒除。是，比方像抽烟，抽烟，这个时呢一定要这个注意。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些老年这个妇女朋友中呢，一定要注意呢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啊，积极治疗骨质疏松是预防腰椎间盘是疼痛和这个压缩性骨折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是。那么骨质疏松呢，它不但能够造成这个脊柱上的一些骨折，它而且呢还能造成一些髋关节和腕关节的骨折。所以说在这些老年性女性朋友中呢，一定要对这个骨质疏松呢有足够的认识。是。那么呢及早的治疗，这样呢才能够减少这个腰背疼痛的发生。骨质疏松也是现在健康检查也是很容易检查的一个项目嘛， 对不对？所以特别注意，特别是女性哈，或者女性因为生孩子啊，她这个容易骨质疏松，所以我们特别的跟女性朋友们，年长女性朋友要注意这个骨质疏松，不然将来就是说腰酸背痛啊，这样容易骨折，对，是相当不好受的，相当不好的。那么呢，尤其是老年朋友中呢，如果有这个很严重的骨折，那么像髋关节骨折，就是很明显的降低你的生活质量。是所以说呢，而且呢这种骨质疏松呢是能够预防能够治疗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重视。是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们来特别来，我想这也是一个大的题目，没错，如何预防吃啊营养的骨质疏松，有机会我们来再谈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再从我们姿势上面哈，自日常生活里面，也许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严重的腰酸背痛，但是姿势上一个良好的姿势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是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我们从小呢就被这个老师和这个父母教育叫做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样呢？就因为呢你站得直坐得端，对一个肌肉呢是一个很平衡的一种这个情况，那不像你是这个坐歪了，那么它对某一组的肌肉呢损伤的是比较大的。是。所以说呢要一定要这个坐着呢就要坐直了，站着呢要站直了。所以说呢这个姿势对于这个腰背疼痛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姿势性驼背和姿势性的脊柱侧弯，是对于今后的老年性的这个疼痛呢是有很明显的作用，说从小呢就要有很好的一个姿势的训练。是我们记得以前就要抬头挺胸啊，这个道理，只要一个驼背的话，那这个对脊椎的损伤对以后就变成一个永久性了，不容易恢复了。没错啊，很好。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的哈，对，我知道您给我带来一些图面，就是腰椎锻炼哈，可不可以这给我们简，当然我们知道要学不是依旧可及，但是可以看看这个方式是怎么样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开始。是的。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脊柱呢它像一个旗杆，那么肌肉呢就像旁边我们拉着这旗杆的这些支持物。那么你把这个腰椎或者脊柱后边的肌肉锻炼强壮了，那么对于维护脊柱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是的。这样呢就能够减少疼痛。大家可以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非常简单的两组动作，是，那么在左边一个和右边一个，那么在左边这个呢就是非常容易做，大家可以在这个每天睡觉之前，或者是这个早晨醒来之后，是，那么就是仰卧，这个脸朝上，把这个膝关节屈膝90度，然后呢试图呢把这个腰呢挺起来，是，这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是，比方说你要是刚开始做呢可以做次数比较少一点，以后呢逐渐的次数加多。是。那么如果做好之后呢，大家可以看从左边呢，可以从第一个呢幅度不大，你可以降到中间这个幅度比较大了，是，然后呢到最底下，甚至呢整个身体呢都能够起来。那个就很要需要一点锻炼了才到这个阶段哈。对。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提醒大家呢，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呢不要过度锻炼，不要太勉强。中老年朋友呢做到第一张图片呢我觉得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是。那么就是就是你每天做比你过量做也是
好的，是的，所以说正常做第一张图片就可以了。是的。那么年轻人呢，当然可以做下边两张图片的那个锻炼。是。这是那么我们仰卧的情况下做。是。那么右边这张图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俯卧的情况下，就是脸朝下的时候做，怎么做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手啊放在自己的身体的侧方，是。那么试图呢抬起你的脑袋，那么试图抬起脑袋呢，就整个呢锻炼你这个脊柱呢后边的肌肉，包括腰部的肌肉，是。那么如果呢，就像我们刚才这张图所示的，如果说你锻炼时间比较长呢，你可以试图呢翘这个腿也可以，然后呢最后一张图你可以脑袋和腿呢一块儿翘下来，这就我们所说的那种叫燕儿飞，有点像燕子飞起来的一个图形。那么这个动作呢，对于这个腰背的这个肌肉锻炼呢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里面呢还要重点强调一句，对于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行，那么做到第一张图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哈。普通这个锻炼这个多少时间？您的建议？我建议呢，大家呢可以锻炼那个15分钟左右，15分钟。那么每天呢早晚各一次就好了。那这不容易。假如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话，每天能够早上15分钟，晚上15分钟的话，那就非常好，就相信这个腰酸背痛的这个情形会减少很多。对对对，是的呀，那太好了呀。那我再想请大家，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对于要搬一下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小心哈，一个东西我们看到一个东西以为不重，用力一提的话，就使这个腰啊、颈部或受伤的，可不可以做这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对。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在腰背疼痛中呢，肌肉的损伤是最常见的一种损伤。是。那么肌肉的损伤呢，的成因里边呢由于姿势不当造成肌肉的损伤呢，是又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呢，这个保持正常的一个姿势是非常重要的。是。其中呢，以这个抬重物呢为例。对。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呢，抬重物呢一定要先蹲下，先蹲下，然后呢把重物抬起，然后再站起来。是。那么放下的时候呢，你要先蹲下再把重物放下，而不要像这个右边这个图所示的那样，那么弯着腰去抬重物，这样呢由于这个杠杆的作用，那么一个重物呢它就会更重，那么对应的更重，对应的肌肉呢和韧带呢造成一这个损伤。所以说正确的搬拿重物，那么对于老年人那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是，有时候我们不要是说省时间，有时候这个东西我就抓起来就走，对，那一真的一不小心就这个损了腰的话，那就是甚至几个礼拜都很难过，没错，要很，所以就是先蹲下不要紧哈，先蹲下，然后来给它抱起来，先蹲下拿起重物，然后呢，然后再蹲下放下重物，再放下，哎，这是非常好的建议，不要弯着腰去拿重物，是是是呀，那好，这个是拿东西是吧哈 ？OK。那睡眠方面，你可以比较睡眠睡姿对于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起来，一起床以后就觉得啊，大概前天晚上姿势没睡对，起来就腰痛了，起来后头落枕了，颈子痛了。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好像您也带了一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正确的睡姿是吧？是的。那么人呢，大概1/3呢都在睡眠中度过。是的。那么在睡觉的时候呢，不良的姿势，那么就跟我们长时间伏案工作一样，如果一个不良的姿势呢，它也可以造成某一组的肌肉这个牵拉，那么造成这个损害。大家可以看呢，那么如正常的睡姿呢，应该是保持呢你的臀部呢垂直于地面，是的。那么从侧面看呢，你的脊柱呢要平行于地面，那么这里边呢就跟你的床垫呢很有关系，是是是，大家要找一个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的一个床垫，是，那么可以让自己家人呢在你睡上去之后呢来看一看，量一量是否臀部呢垂直于地面，那么脊柱呢是否平行于地面。有没有必要买那种现在市面上宣传好几千块那个床是按照什么人体工学设计的什么记忆，你是不是需要买那么贵的床？还是并不一定，那些床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必要的，那么一般的床呢就可以了，就可以。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呢，如果这个床已经使了很长时间了，像7-8年、10来年了，有的时候它就比较松了，比较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再换一个新的床。是是，有时候我们中国人比较节俭一点，说一个床就用个几十年，对对对，那不对的，所以应该差不多到8年、10年左右已经松软了，
要考虑换床，对，再换一个。是的，是的，此外呢，在这个睡觉中呢，我们可以很巧妙的利用一个枕头来使自己的脊柱呢来平行。是。那么就像这个图下面似的，那么在你这个侧卧的时候呢，你可以把这个枕头呢夹在两腿之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如果说你侧卧的时候呢，你这个上面这条腿呢没有支撑物，那么这上面这条腿很容易滑得到床上去，这样呢就牵扯到你的这个骨盆，使骨盆呢产生倾斜。是。如果在两腿之间呢放一个枕头呢，就可以使两腿呢平行，保持这个骨盆的一个正常的姿势。这是在侧卧的情况下。是。那么在仰卧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枕头呢放到膝关节下方。那么为什么放在膝关节下方呢？它并不是说啊让膝关节弯曲就好了，而是说你弯曲了膝关节呢，同时呢你髋关节呢又有一小部分的弯曲。髋关节弯曲之后呢，那么你这个腰椎呢就会放松，肌肉就会放松，那么你的肌肉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休息。那么你如果说每天呢用这些枕头呢来调节自己的睡姿呢，对于这个休息呢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好呀，你也把这些睡姿也跟我们大家讲了一下，搬东西啊，我们这些，这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资讯，我们今天能够在心里学习了很多，我们非常谢谢李医生到我们中间啊，谢谢您，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见。谢谢主持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观赏本节目，愿神祝福您和您的一家，我们再会。